好，那我开始哦。这个哦是这样子的，哎哎，拔不起来，它要插插头。那我把这台拆掉，这是一个这样，对，它是这样插电的，然后就它要插上去，对，然后所以它就是可以放在房间的墙壁啊，对，插在墙壁上，哎，帮它插回去看，这个会动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一台的，按下去一平的，对，扩香仪，然后它也是里面有 ouch， 人家可能角度把它放好角度。这样，这里有一个对着对着对就可以用，然后它这边也是有一个小夜灯的功能 ，Let touch here， 它被我拔掉以后啊，对，掀开然后 touch 就可以，就有一个小夜灯的功能。So this is a sensor or need to touch？ It's a sensor. It's a sensor 啊，所以你只要有感应到。你也不用自己按，它就会这样了。对，晚上的话啦，晚上比较好感应。对，你看这样感应到了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小夜灯。然后它也一样，它还可以选扩香的时间，例如说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四个小时、八个小时。然后这个就是大小，烟雾大小 ，low、medium、high 这样子。对对对，这一台也不错，不错哦，扩存有的，扩存有的很好啊，就一下空间就有很多味道。Excuse me, how much is it?一双，69哦，69块可以耶，很便宜耶，2000多也不会贵，对，很便宜，这个好，这个185，对，OK。